2020千星学士节将要在12月12、13两天在新营的长盛营区举行。三号上午，市府观光局特别办理宣传的记者会，邀请在地的盘古舞蹈剧场，结合着园区的元素，打造精彩的表演。佮由着古锥的小兵仔师、小战车来出场，做伙来为活动做宣传。观光旅游局长郭振辉表示说，为了要让大人和孩子年底时候有一个七头的据点，才办理这个活动。这次规划了三大的主题，包括着蒙兵大冒险、清新好食的飨宴、跟儿童写信的比赛。活动当天还邀请悠悠的哥哥姐姐来表演，非常的精彩。这个火红的悠悠哥哥姐姐们要来一同跟小朋友欢乐。那现场呢，我们有这个好玩的市集，还有好吃的东西，当然还有蒙兵大体验哦。我们欢迎大家到时候12月12号到13号连续两天，早上10点到下午5点，欢迎大家到长盛营区来亲子共乐。市长吴伟泰表示，长盛营区过去限地20年，经过市府规划改建了后，即卖已经变成新营的新地标。除了即届清新好时节以外，12月新营是闹热滚滚，希望讲借着多元活动的办理，带动大溪北地区的发展。我们希望说能够带动在有西北有更多的活动，不管是农产品促销、农特产品的行销，还有这个时节配合时节的这些活动。那希望说今年的清新好时节是第一次举办，能够办得更让更多好朋友能认识西北、喜欢西北、多来西北。现场还安排着市集、志工的导览，还有舞蹈剧团和街头艺人的表演，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做伙来铁佗，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日。南台新闻王伟德新营采访报道。